我再调个大一点，这样可以吧？没关系，我们先进游戏。好，不然又等一下又有人在靠北了啊。我们先进游戏，好，不然等一下有人在靠北。等一下，如果真的觉得声音不太 OK， 就跟我讲一下，我再做一下调整。When I was a child, I used to lay in bed late at night, staring at the ceiling, listening to my father scream, scream at my mother, scream at yet another failed masterpiece. Finally, just scream out into the darkness. It became my lullaby. And even when they took me away, the screams followed.I was once told that insanity runs in my family. It's time to make it stop. 剧情中好像女孩长大了，长大之后她回来这原本的家，她要阻止这，她要结束这一切，我也不知道是结束什么啦。然后呢，这大概是在讲说，怎么讲？她刚刚的剧情就是讲说，她小时候呢，她父母亲常常在吵架。然后吵架成了他的催眠曲，然后之后很多人都说他们家里的人都有精神疾病，现在他长大了，他被带走之前都变成是说，因为这件事情，他还是没有办法抹去他听到他爸妈吵架的阴影，类似这样子吧，然后如今他长大了，他要回来结束这一切了，是怎样结束我也不知道，好，按下 F 是开灯，太棒了。我现在看画面应该蛮 OK 的，都要字超小的哎，他的字不能调大一点吗？而且这个他回来的时候已经看这边全部都腐朽了，一代的不是一代啦，本传的时候他老爸回来这边还看起来蛮干净的，光鲜亮丽的说，结果现在，哇，怎么差这么多啊？跟我以前玩的时候不一样哎。哦，有 BGM。上面写什么？我亲爱的，我一直在思考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直试着理解，我亲爱的，帮帮我，我只是无法理解你为何这么做。你是否觉得没有其他方式了？告诉我，该死的，我做了什么应要遭此报应呢？我尽力了，你知道我尽力了，我把一切都给你了。你这个自私的混蛋妓女，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等下他在骂老婆，骂他老婆吗？这边应该是他老爸写的文件。他老爸，最后一次见到阳光是什么时候？这是之前本传的时候他老爸的画室啊，现在都枯萎成这个样子了，全部都腐朽了，这些画还在。我记得我之前第一次在玩的时候，画面会卡是不是？画面是不是会卡？对齁，忘记插东西了，难怪没有游戏声音。什么声音？有没有听到声音吗？老头玩过正式版吗？我有玩过正式版。OK， 居然是个颜料。非常好。有齁，还是我们把 BG 弄大声一点好了。最大声比较有感，是不是？这也是当初那个靠背小雨。It reeks in here. 好臭啊！这是当初的这个厨房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之前组成那个本传的时候，这边跑出恶心的东西，都不一样了。多久没有回来这里啦？他老爸跟他老妈后来怎么样了？我也忘记了，有点久了。我觉得这游戏其实有很多地方啊，
都是那种无意义的开关，就是无意义的开柜子啊，开门啊，无意义的这些动作啊，其实实质上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哎呦，怎么了？I swear that dog doesn't shut up！只狗还不闭嘴的话，怎样？哎呀，是，哦，What? Quit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不能动了。That dog is there for a reason. 那只狗怎样？All right, you can let him out for now. 啊，他想到他不好的回忆了，这样子，非常不好的回忆。什么时候好哦？你 F5 就可以了啊，按 F5 就行了吧？这款是不是有一个 DLC 画布找颜料的？没有吧？它 DLC 目前只有这个呢，没有别的 DLC 耶。哎呦，玻璃！哇，等一下。这个是我，然后这是他老爸，气扑扑的把狗丢起抓起来，这个是称量称斤的吗？然后把它丢上去称，几两重拿去卖是不是？还是丢到火炉里面？要求啊，他就把狗儿拿去煮啊，我不知道，随便讲的，21克。可以放上去吗？不行，压了没有屁用。哦，它这个虚幻引擎做的这个超细致的啊。好，先出去看一下。我们应该可以直接上2楼了吧？这边该看的都看了，这边还有个东西，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空空如也。怀表上面显示着7点整，哎，这个也不算七点整吧？12点啊，这个应该算是11点30、38、39分左右吧？什么东西啊？这里还没来过。不知道先该走哪里好，算走这里好了。My God！呵呵，还好我没被吓到。女生叫了一下啊，去了。Hello！弹钢琴的这是谁？No, that's not how it went. 事情不是 Maybe. 这样的，也许。这应该 No, 是他母 that's 亲吧not？Hello，哦呦！I told you never to come down here. 哦，他的记忆中，他下来这边被他老爸骂过啊，他有记忆了，他有印象了。就好比说，我现在正在直播啊，我侄子会跑来闹我，我会叫他不要过来，吵死了。亲爱的克里什么？克里克斯塔一啊，什么姐夫啊，夫妇啊，这是他们这个别人称呼他们这个夫妇啊。我再一次恳请你们归还我的女儿，把她还回来，把她还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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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大堆有的没的，还来。坐轮椅的是他妈妈吧？弹钢琴的是我。还是他老爸，忘记了，不管了，就慢慢上去。好有临场感哦，真的，这虚幻引擎做的游戏模组，这就是很真实的，逼真到一个不行。我可以上去了吗？哎，这些话还在哎，啊，笑声响，东西都还在啊，哎。哎呀，What's wrong with this thing？什么东西？这东西有什么不对劲？我踩到什么鬼我走这里看看好了。
嗨，这个是全部都充满他妈妈的话，是不是？我记得我的结局是玩到后来，他一直在画他妈他母亲的画的样子啊。因为这游戏到后面也有三个结局啊，跟本传的结局是一样的，都是有三个结局。然后我记得我本传是只有玩一个结局就结束了，哦，因为我懒得玩另外两个结局了。有鬼吗？应该有啊。这游戏第一次直播吗？这算是第二次了，因为这算是他的资料片，叫做遗产。哎，为什么那幅画这么模糊啊？哦，又记录脑袋里的深海里的记忆了。All right, young lady, shall we continue? Right. Whatever happens, just keep looking at me and listen. Now, where was I? Ah, yes. The princess was all alone in the dark.And yet, she felt that the evil... Princess! Keep looking at me! Oh, 我不要看你啊! Look at me! 不要啊! 不要啊! Hi! And yet, she felt that the evil witch was lurking nearby. 邪恶的巫女. As her eyes adjusted to the darkness, she saw something moving in the corner of her eye.And yet, she did not dare to move. Do you want this story to have a happy ending or not? Oh, God damn it! Not again! Fine! Because the princess wouldn't stop fidgeting, she was set upon by the evil witch's minion and dragged off into the darkness, never to be seen again. The end. Oh, the end. 好，可以，可以。可以结束了吗？ My fault. It was always my fault. 一直都是我的错。All I had to do was stay still, day after day, for hours on end, until he would finally get it right. I've lost count of how many attempts there were, but each one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his greatest failure. 所以说，他的记忆里面，他老爸一直要他来当那个画像的模特，你知道吗？啊，这个应该就是他老爸画下的产物，啊。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那里不要动啊，给老爸画好画满啊，这是另外一种父爱吗？啊，我不知道，随便讲的。啊，你今天动了就没饭吃。对，看过了。恐怖游戏吗？对啊。哎，怎么了？ That dog better not be where I think it is. 他怎样那么讨厌那只狗？ Get the hell off! 他这么讨厌那只狗？ I told you not to spoil that fucking mutt. 告诉你别宠坏那只狗。啊，他的狗好可怜哦。哎，那只狗看起来像杜宾狗哎。杜宾狗这么合群吗？是什么？躲起来了。哎 ，Hello。Huh? I don't remember that being there. 我不记得那个在哪里了。I can hear you out there. Please, please help me. It hurts.It hurts so much. I can't take it anymore. 帮他播歌是不是？Yes. Thank you. 哦，帮他放歌。It's so good to feel that there's still beauty in this world. 帮他放歌，他就很舒服这样子。这已经坏掉了。觉得什么？老爸跟老妈总是吵吵闹闹的，然后我躲在柜子里面哭。啊，我以前都会躲在柜子里面哭这样子。
这个你记得，你有看过是不是？了解。为什么要那么多照片啊？那是画，不是照片吗？啊，这个是，这是他老爸的书房。啊，我记得这边就一个三小脸在上面前面。我在哪里啊？欸？为什么我要躲在这里？欸，这是我小时候欸，哇，小时候一个柜子都比我高了。爸爸，爸爸你在哪里？爸爸，爸爸，爸爸 ，Hello， 爸爸，为什么看不见我的爸爸？我要躲在里面。可恶，暗冥蒙。还有什么可以按？好多扇门哦，我们走这扇门看看好了。爸爸，你在哪里？哦，从天而降的书本。哇塞 ！Hey there. Oh, come on, don't be afraid. 别害怕。It won't bite. Here. 它不会咬人。这个吗？钢琴谱。我又不会弹钢琴。No, no, that's not quite right. 不太对，那怎么弹？ Still not quite there. 我不会弹。哎！ Whoever is pounding on that piano, quit it. 是我啦，怎样？ Did I not make myself clear? 我不管，继续弹。You know what? 我是小屁孩嘛。Go get your crayons.去拿我的蜡烛，哪里有蜡烛？这个吗？哎，这有没有蜡烛？没有。啊，你们小孩小屁孩典型的那种，就是你他妈的，人家叫你不要做，你他妈越想做，还越做越兴奋，有没有？啊，就典型小屁孩。哎，粉笔，粉笔可以干嘛？涂鸦吗？我弹。No.Can't you see the colors? 哦，他看颜色哦，多了颜色嘞。哦，他要教我弹钢琴，他现在好聪明哦，用这种形状与颜色来帮我去做弹钢琴的区别啊。哦，框框框圈爱心框。三角形啊！大哥，我按错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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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我错了，手滑，手滑。母亲大人，请不要生气，母亲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母亲大人。吓死人了！圈三角形，然后再来星星。That's not bad. 我是不是很强啊 ？Look at you, young lady. It looks like talent runs in the family. 天赋传承，赞。哎呦，钢琴不见了，哼，好可怕，爸爸，真的。要睡了，晚安，晚安。好了，我们现在呢，弹完钢琴可以走了吧？我们出去。爸爸，你看我的钢琴超强的，我是钢琴小吊手。该是怎样啦？什么声音 ？Oh my god！ 太黑了。啊、妈的，我再也不要养狗了。该死的杜宾狗，我恨你。叫啥？哎、hey, ，非常好。只要什么东西突然贴到我脸上，我都可以接受了，好不好？我们又回到书房了耶，爸爸，你在哪里？爸爸，我刚刚被杜宾狗吓到了，爸爸，爸爸，这里是哪里？哇，这是谁啊？
这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吗？爸爸！啊！爸爸！东西塌了，吓死人了、啊，爸爸！爸！爸！这是什么？一个叉叉的标记。啊，宝藏就在这里了。爸爸，怎么看不见人？爸爸，这是谁？嘿嘿。啊！我靠！为什么我们家隔壁是火车铁轨呢？我有火车铁轨。爸爸！哎呦呀！我要离开这里。给我走哎、欸！我真往前了。爸爸不要爸爸！你这样子，哎呦！你再这样子，我要跟妈妈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着火了！这栋房子着火了，为什么？为什么着火了呢？这个东西是下来要砸到我，是不是？砸我，快点来砸我！哇！大火！火烤小女孩！哦哦哦哦！哎！爸爸！哎呦！Ow！ 他马是小火车。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to keep the shit out of the hallway? Oh, that's right, cry! Seems like everyone's solution to everything in this house. 他扒来扒他，不要老是把玩具放在地上，还有踩到，尽管哭吧你，就像是每个人对于处理这些事情一样他爸好像感觉是个反社会人格对什么事都很不满的那种感觉。连小孩都要骂，我只是小孩呢。他只是个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那么凶？哇，这是什么？为什么画就这样碎裂了？也太黑了吧！走这里吗？哦，我的玩具。好哦，也太窄了吧这边。哎呀，这个角度真的很小一只哎、欸，我大概粗估一下，这个小妹妹她的记忆里面，现在这个小妹妹大概我猜可能只有四岁还五岁而已。觉得会有记录档吗？会啊，会有记录档。我以为啊，我们才捡到一张而已啊。他刚刚是被分成大概四等份还是三等份？我们要全部收集完毕，把它放上去吗？感觉是这样子哎、欸。嘿，笑三小，笑三小啊！我把这幅画弄倒。有，哦，后面藏了一张。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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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哇！暴走、哦。这又是哪里？他这个场景都变来变去的，我能看不？我们继续往上走好了。我们还有一幅，我们还有一张没有找到啊！不，别这样！
把他推倒。对呀，一把刀怎么回事？我们还差一张纸。倒拿一张，应该是不会怎样吧？层层恐惧这完整版嘛，这算是 DLC 资料片。完整版之前一年多前玩过了，我又走回来了，耶！凑齐了，可是这凑齐放哪里啊？我凑齐了，我凑齐了，三张纸条，啊不是纸条，三张画的那个残像。好，现在是无限轮回了，有一阵鬼打墙，鬼打墙啊！哦，完整的。Princess, don't sneak up on me like that.Especially when I'm working. So, what do you think? Oh, you like it? Well, that makes one of us. 这应该是我的那一幅画吧？他画我。太黑了吧？哎，给个手电筒啊！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到底？给个出路啊！啊，给个活路啊！太黑了，太黑了，还锁起来？这扇门吗？哎、欸，另外一扇，另外一扇。嘿，这是哪边？哎、欸，钥匙锁，我怎么可能会知道？钥匙在哪里啊？你在里面，你看我就知道。哎嘿，我超强 ，nice。里面狗狗，狼把鹿给吃了，然后那只狼又来吃了另外一只狼，什么鬼东西啊？哎呀！啊！救命啊！爸，救我！哇，什么都看不到啊！背景音乐好大声啊，是吧？大声才好啊，才可以吓死你们啊！好了，调小声一点好了。呵，这样可能好一点了。我到底要维持这个状态多久啊？我比较喜欢原本大人的样子呢。到底要多久？要多久有多久？爸爸在哪里？这个是他老爸的样子吧？看起来蛮帅的啊。这是他老妈的样子啊。哦，啊，这条线下来，左边跟右边，哦，右边是他老爸的剧情，所以说我已经攻略完了，是吧？攻略完应该门都会上锁，是不是？看来不会上锁、欸，我要去老妈的地方了，妈妈。妈妈，爸爸欺负我啊！妈妈，我要找妈妈了。妈妈，这是什么情形？哎、欸，怎么会有一个东西突然消失了？哦，留下了面包。那你，哎、欸。好可爱哦，虽然没看见脸，我看他的身形就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萝莉啊。不过呢，记住十年以上啊，最高死刑。好、啊，走这里上来。Happy birthday to you, he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ey. Happy birthday, dear.好感动，有人居然祝我生日快乐！我刚才被那只狗吓到，然后我在吃泡面，整个泡面翻起来，然后被在床上被骂。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老头提醒您啊，这个游戏呢有很多惊吓点
啊，甚至是我自己的惊吓点都会有啊，吓到你们了，你们就自己小心身上的衣物以及你们自己的手机啊，千万不要啊掉到地上了啊，老头不负责哈、啊，先说了啊，我怎么过不去？是只能往回走的意思吗？他一直叫我，他一直勾引我，叫我过去，但是我过不去啊。什么东西？什么声音？可以把他推下去吗？好、哦，这里有梯子啊。白痴。嘿，有什么好玩意儿啊？放不回去了。哎呦！要求这个苹果，啊，这都拉好拉满了，哦，形成了一个梯子，超聪明的，哎，捡到球了 ，Hello， 哇哦，怎么一个转身，地上地板都不见了，这样不好哦，好，掉下去了，哎，我死了吗？我死掉了、哦，好、哦，掉下去重走，好、哦，掉下去重走，来再拉一次，哦，爬这边上来啊，哎呦，我要腰虚哦，好哦，好、哦，现在是被这个小屁孩给勾引了，小屁孩勾引我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What？You said there was gonna be a party. I just started a bit early. Party. Whoops. 哇，他怎么把这个铅笔当成蜡烛啊？后面怎么整个偏掉了？哎呦哎呦呀！哎呦，弄上去。啊！我手一捏，你们全部都爆屁。啊，新来的啊，你好。爸爸有自闭症哦，他爸爸是一个精神病，应该是啦。好，拉起来。哦，放得好，放得好。哎呦！铅笔当蜡烛，对啊，奇怪啊，好暗哦，都要这游戏好暗哦。还行，还行，还行 ，Don't worry。我 hold 住了这个场面，你看又在勾引我了。来啊，这里有好吃好吃的糖果。好，我跟你讲，现在已经不流行用糖果诱拐未成年的小孩了。好，现在都是用 WiFi 来诱拐，好不好？要跟得上时代啊。欸，后面的蛋糕越来越鸟欸。All of you. 开始用粘土做了。Not now, Princess.Go play with your dolls or your crayons. Daddy's very busy. 老爸很忙啊，这是我做的蛋糕要给老爸看，然后老爸拒绝了。哦、啊，我从来都没有得到父爱，因为老爸很忙。当我有什么东西想要跟老爸分享的时候，老爸都说：“去，小孩走。”啊，喂喂啊，跳一跳，去，小孩走。啊，我是一个没有得不到关爱的小孩。冲啊！哦，完了！喂，为什么会有狗狗？算了，先走。我觉得我等下被吃掉了。哇！哇！小孩被狗追。我要救他！放开那个小孩！结果是我被追，干掉！救命啊 ！Hello！ 哦呦呀 ！What the hell did you do? Oh, you didn't mean to. Well, that makes it all better, doesn't it? It'll just magically unbreak because you didn't mean to. Go on, get out of here.Go to your room and break shit in there. Just take all your toys and smash them one by one. And keep at it. Maybe you'll finally get good at something.
哦，所以说到我是跟那只杜宾狗在玩，然后玩到之后把老爸的啊，老爸酿的酒给砸破了，他非常的生气，是这样吗？啊，就是你们那种危险物品、贵重物品，尽量不要放到小孩拿得到的地方。啊，这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当个小屁孩在捣乱是吧？啊。总是搞砸老爸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而且这里超黑的，我到底在玩什么？根本就是瞎子在那边乱摸啊！哦，看到门了，超级不明显，因为我太矮了。抱歉，你不要等到什么狗突然冲出来哦，绝对干掉你哦！哎，这里有什么东西？哇，这里还蛮鲜艳的吧 ？Hello， 这里是婴儿房吗？是我的房间吗？看来不是。嗨，猫咪你好。我拿了看起来像是管子的东西。哦、啊，把猫尾巴装上去。哎、欸，我们好像还差脚部的轮胎是吧？啊，他跟我讲说，快点，只要你帮我找到这个轮子，啊，我就会给你丰富的奖赏。好，我找看看。都不错。哎、欸，为什么要拿这盖子？哦。拿这个盖子来当这个玩具的轮胎是吧？我会。哎呦，我要要求。好，装上去了，可以了吧？哎、欸，会动嘞、欸！自己会动哎、欸！哎、欸，掉了，干嘛看我啦？啊，就真的没办法哦，一直看我有意义吗？这个吗？哎、欸，真的嘞，拿时钟的东西，拿那个齿轮，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好，帮你安上了，耶、yeah, ，会动了，注意哦，喷了，不要再看我了，我已经无力挽救你了，你知道吗？哎、欸，是这个吗？我找到了，注意哦，这才是他真正的那个轮子啊！来，给你，嘿嘿，笑了，哈哈哈哈，会动哎、欸！你们家里有没有这个玩具？你们会不会吓到？自己会动这样子？我来了！哦，要跟着他、啊，会有 AT 立场啊，就不会被他老爸给抓走了这样子。你看他开这个圆圈圈有没有 AT 立场 ？I am sick. I'm sick of you not being there for us. 对我们冷漠。We 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lept with me? Christ,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even touched me?Do you know what that does to me? To know that your husband is disgusted with me. Ooh. Well, excuse me if I've been too busy working my ass off trying to provide for this family. But no, you're right. It'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whisper sweet nothings in your ear. 女人要的是甜言蜜语以及关爱。男人是工作狂。You lock yourself in there for hours, days. You come out looking like shit, stinking of booze and stale piss. 散发酒臭味。拜拜，感谢你的带路。再见了，可爱的猫儿。猫儿去找他的小猫儿了。哎呦，我可以过去吗？啊，你救了我，我们永远感谢你。怎么有这一幕的感觉？我们永远感谢你。我可以蹲下过去吗？看来是不行的。好吧，再见了。是这样。嗯？哦。What? Oh, that's all right, honey. Something got into mommy's eye. 哦，后来我跑去母亲旁边，母亲说没有，只是沙子跑进我的眼睛里面这样子。Daddy's working, so we can't disturb him.
Mommy has to go downstairs and take a bath.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也爱你。可是为什么每天晚上我都听到爸爸跟你都在吵架 ？More than a wife, she was first and foremost his muse. Her beauty and talent drove him. After the accident, she became a burden, a disgusting monster screeching out from her bed, an anchor weighing him down. Weighing down. 可能小。终于回到大人的样子，真好！我天啊！哎，还有哪里没有走过啊？这里还没走过吧？对不对？锁住了。他妈妈的礼物。我已经做好被老头吓到的准备了，其实还好我觉得我还蛮淡定的啊，应该没有人被我的声音吓到吧？应该没有吧？等一下会不会出现庄园大师？我不知道等一下庄园大师突然现身在荧幕面前，然后我们炸啊、哦！我绝对删 game 退游戏啊！退费的原因，因为有庄园大师在那边喊炸，吓到我了。只好退费了，吓死人了！你不要什么游戏都跟庄园大师牵扯，好不好？看，我跟你讲啊，要是世界上所有的游戏都跟庄园大师有牵扯啊，庄园大师就赚翻了，版权就直接给你领的不要不要的，好吗？啊，躺着发财啊！啊，要是这样我也蛮想的，真可惜，我不是庄园大师。这边我们走过了吗？也走过了、啊。为什么？这里我没走过有啦，这里走过了。这边一靠近之后就，对啊，他那个这幅画出现嘛。我们往楼下走好了。感觉上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我们翻过了、啊，也无路可走了是吧？就没什么，不要理他。炸！我先往下走好了。或者这幅画我从来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幅。你笑三小，笑得很开心呢。哇！哎呀，死老鼠耶！老鼠居然死在这里，好像才刚死不久那种感觉。你看，都还有肉。夏威夷为何下地狱还要等待？你应该现在就去。什么烂广告啊！Hello， 我进来过，异常的安静。这也不是刚开始一开始的那个起始点吗？老爸的画室看过了，地下室也走过了，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走过啊？这个吗？哦哦，一堆捕鼠器。This place is a mess。我过去会不会被踩？又不一样了。I can hear you in there. I'm coming, you furry little bastards.You're not getting away this time. 他喝醉了，开始打狗了。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in there? Get out! Get out! 你不准欺负小毛孩。我说你可以欺负小毛孩的吗？哦，这种感觉就是老爸酗酒了嘛，又喝醉了，开始就是对世界上任何的事情感到不满意。好，然后开始找那种毛小孩出气。是不是？他小孩到底是等多久他妈才回家？没有，后来他是被带走的。他妈妈后来好像也没有跟他们一起住的样子吧？哦，总而言之，这边有玻璃碎片。哦，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
后来是长大才回来啊。啊，一回来这个老家啊，里面也没人住。奇怪啊，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哎、欸，好多门的，好多好多地方的门都开一半哦，这是意味着什么吗？哎呦喂，那小，嘿，哦，找到的东西可以放上面了、哦。哎、欸，我是不是全部找齐了？我也不知道哎、欸。哎呦，怎么了？找齐了，进入隐藏剧情。拿起你的毛笔哦，不是，拿起你的水彩笔，拿起你的粉笔。哦，他现在让你选择，你想要当画家，哎、欸，你想要当那个毛笔、水彩笔的画家，还是当粉笔的画家？啊、哦，我要当粉笔的。怎样 ？What are you doing? Put that down. You're much too old for that childish nonsense. 我爽啊，怎样？我不能画我的粉笔吗？哇，好可爱啊、喔！你看，这就是小孩子的幻想世界啊，这么的天真啊！这个可以干嘛？怎么不能拉？拉！哎呦，用爱发电哦、喔、！Finally, are you ready to embrace true art？ 嗯，最终我的艺术不要，我要先去前面看一下。枯萎的花朵，这好像是隐藏结局，哎、欸，不是，这好像是两个结局的分支哦。如果你选择水彩笔，就等于是投靠，就是走向你老爸的那个领域。然后，如果你拿你的粉笔，是走向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好像是这样哎、欸。在你退费之前就会爆屁啊！安安你好。还是照着剧情走。我觉得我先用这个水彩那个粉笔世界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粉笔世界多漂亮。啊，有蛇。Finally, creativity is not creativity. Finally, are you creativity is not a toy. It's a gift. Do you want to squander it like all those careless brats out there? 等一下，我拿粉笔，你有意见呢？走这边看看好了，这边蛮黑的、啊，有灯，这边有什么？一堆书，苹果，哇，感觉永无止境的样子呢。哎呦，我是不是走过头被传回来了？再走一次看看。在哪里啊？哎、欸，他硬要你。硬要你拿水彩笔啊！啊！有蛇，死掉了，重来了。靠！要外小马被砍了。好，看有没有其他东西。你北试着要去别地方，不要阻止我。我要走这里，哎、欸，这里我走过了。啊，还是说最终我要被强迫的拿水彩笔画画？我觉得粉笔也是艺术的一种啊，为什么要强迫我做不喜欢做的事情？啊，这边又是刚刚那个蛇，小心有蛇。Finally， 呀，我就是傲娇，怎样？我再回去那幅画面前好了，再补一下。I warned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I won't let you waste time on these mindless doodles. This is for your own good. 我觉得很美啊。哎呦，那是蛇吗？哎呦喂，哎呦喂啊！
这是什么？哦呦，可以看小剧场是不是？哎呦呀，哎呦，原来这是一个大嘴巴、啊，现在什么情形？哦，哎。The little girl in red came upon a crossroads. There she stopped and wondered, which way should I go? Up jumped the wolf and gave the poor girl a fright. 小女啊，那个、Do not be afraid. 小红帽故事、啊、I'm not gonna bite. One of these paths with danger is fraught, while the other one, most assuredly, is not. The little girl in red took a shortcut she knew, through a lovely field of corn, all covered in dew.But the field grew dark and full of despair, and an eerie sense of dread filled the morning air. 他被吃掉了。The girl heard the wolf yelling from afar. You have chosen poorly. You will not get far. 你走了。Had you only learned how shadow and light intertwined on canvas, you could have chosen right. The little girl in red ran as fast as she could.Her flowing dark hair tucked under her hood. But she quickly got tired, worn out by her flight, and succumbed to the darkness, never to see the light. 向黑暗屈服的小红帽是怎样？讲完地上一条一条的，好像大便是什么东西啊？哦，又蛇又蛇，那个好像是，好像是在讲什么啊？我其实我不太懂他的意思是什么哎、欸。看无就是看无。哎呦，这张一把剑。欸，这可以把时钟剑，时钟剑，我拔不起来，我没有这个力气啊。按故事，按什么故事？我也不知道欸，格林恐怖童话吧。被拉回来了。怎么了？我看了这个有问题吗？我在哭泣。哇，卡条了。哇，蛇来了。好，路开了，路开了。路开了，路开了。看，这要卡多久啊？Finally, are you ready to embrace true art? 啊，我想拔这个东西，可是拔不起来。好吧，我们画一下水彩画看看好了。水彩。Oh, the summer trees. 夏之树。So green and vibrant and full of life.But also young. 拿水彩笔，他老爸就变成非常的慈祥。Let's try to find them a more poignant season, where they are wiser, have some stories to tell. 水彩世界，我拿什么东西？继续画吗 ？Brilliant. Let's add some more. 太有才华了。That won't make it boring or predictable. 继续。Brilliant.Let's add some more of the same color. 来点不同的颜色吧。That won't make it boring or predictable. 哎呦，狗在哪里？为什么有狗在吠啊？好，加点颜色。Oh, they sway in the breeze, but are none the wiser. 就和你一样。啊，就和你一样。刚刚的狗在叫，可是没看到狗人在哪里。我们现在要走向他老爸的遗愿吗？啊，跟他老爸一样有才华，赋予一幅画生命力。Oh, they sway in the breeze, but are none the wiser. 那种感觉 ，just like you.
哦，那到底是要补几次啊 ？Brilliant! Let's add some more of the same color. That won't make it boring or predictable. 都没有办法再让画变得更鲜艳了。我要继续找其他的颜料。什么声音？小笨狗，你看我好丢脸！哎，找到了颜料，红色的颜料。啊！小笨狗。我觉得那只狗做得很废，单纯的走过来而已，被用扑的，太弱了。怎么没有人在讲话？然后就有字幕是怎么回事？还不够吗？还要再找吗？这是还有其他颜料要找？哎，没事。哎，黄色 ，yellow， 补一下。Which part of dark skies did you not understand? 啊，还有吗？原来是找颜料的游戏呀！啊，呜！Michael，啊啊！我跟你讲，这种东西你知道吗？会怕狗的人在这里才是真正的恐怖啊！老头还好，老头不怎么怕狗。可是如果你们是怕狗的人，如果你们玩到这个地方了，我告诉你，你们吓都吓得要死，好吧？这游戏会有点恐怖，我是觉得还好，没有到非常恐怖啊。它一代也是一样，没有非常恐怖啊，就是带给我们一种惊悚悬疑的感觉。好，妹子，是怎样？是什么情形？不断的推进，哇！那只猫咪表示不开心，猫咪表示不开心，它现在阻止我拿最后一个颜料。要是我拿了，我可能就会死。可是老爸逼我要画水彩啊！我不能抓是怎样啊？是笑有没有人笑？我画，不给剪，为什么不给剪？好，感谢林姨的超级留言。安安，抱歉，我家的柴犬跑去乱了。ありがとうよ。感谢。啊，忘记开音效了，不好意思。不过应该有跳出来吧？哦，音效我没开哦。我看我只能下去了。该死了！他不准我拿那个颜料。可是这里就没有路可以走啦，我还是必须往上走才行啊。该不会就卡在这里了吧？猫咪表示很生气气。我可以从这里下去吗？不行。把球踢上去给他，挡住他的视线，让他看不见。啊！哦呦！猫咪在生什么气啊？我继续推。我推，让你视而不见。我怎么都看不见了。其实是我要把球推到顶端，我才有办法拿到那个颜料。可是我怎么推不上去？为什么推不上去啊？球不要下去！该死的！
我要重推了。只是推一颗球有这么难吗？小猫咪又被压死了。其实我才刚看完正义联盟。正义联盟啊。其实我不知道正义联盟是在演什么哎、欸，我只知道里面很多超级英雄。球好重，要睡了，晚安晚安。推，有了啦，这应该可以了。我成功了，不好意思哈，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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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捡了。啊，嗯，为什么不能拿？哎呦，消失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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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你长得好像都敏俊啊！没有，随便乱讲的。他怎么每幅画都长这样啊？我是拿到颜料了吗？看样子我应该是拿到了吧？我可以走了吧？哦，可以了，我可以走了。要走哪里啊？走这里吧。好哦。不。Nice！ 啊，怎么没有声音呢？顺便补充一句，我觉得我们骄傲的种马可能会不喜欢。让我们把物品调亮一点。如果我现在拿粉笔给它涂下去会怎样？它会不会暴走啊？啊，又是狗！嘿嘿嘿，不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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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靠近了，已经失火了。哎，怎么办？进不去了。什么声音？干嘛啦？椅子掉下来的意义是什么？稳如泰山吗？没有尽头啦。还是有这个东西啊？这什么？没东西啊？那个又不能拿。打算开到几点了？我觉得我应该快玩完了吧，把这恐怖游戏跑完。没有地方可以走了、欸。什么声音？东西啊，还是说我们要换颜料？哦，这里啊，靠北啊，我回来了。我们的画呢？我们的画在这儿，补一下，补一下。That's right. The sun bestows its rays upon the land.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until finally. 是最终。Marvelous, isn't it? I know it seems like a tragedy.But a beautiful tragedy is always better than an unremarkable existence. 结束了。In his own way, 他以自己的方式。Well, he wanted me to excel. 出类拔萃。When the time came, 他希望让我出类拔萃，希望时机到来。Avoid his mistakes. 避免再犯他的错误。God knows he made plenty of those. 上天知道他犯过多少错。啊，恭喜啊！哎，我们拿到这幅画。拿了他这幅画之后呢，我怎么被带到这边来了？哎呦！再添加一幅画上去，
就感觉像收藏库一样，好不好？没关系，哦，还跳成就出来欸。尊敬的先生，在我职业生涯中，我们习惯收到各种类型的信件，来自失意者，啊，失意作者的偏执信件，来自愤怒读者的威吓。我猜你会说这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在我从事出版业20年里，我从未读过和你最近这封信一样的东西啊，所以这封信很特别，是吧？虽然我总是尽量保持着镇定，考虑到您持续且日益高涨的这个激情与释放，我觉得很难再以文明的方式回复，因此，请让我沉痛的指明啊，我们什么什么什么类似什么公司之类的。为我们的数量可观的出版物而自豪，特别是我们著名的百科全书，我们那些受人尊敬的这个学术员工不懈努力的工作，为我们的读者提供着最新的资讯，包括最新的科学数据啊。不幸的是，您的发现与真正的科学以及你所提供的视觉参考毫无关系，尽管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看来很震撼。但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证据。老实说，你不断尝试这个重新定义老鼠饼，那是念饼吗？暴露其真实。哦，那个老鼠画好像是之前的那个主传的时候里面有出现过，是不是？卑鄙的本性。已经不仅让人觉得厌烦，更让人觉得不安。如果这是艺术的表达，这是这艺术中偏颇的尝试呢，那么我们必须指出其品味很差。但是呢，如果你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我冒昧地建议你去寻求帮助。无论哪一种情况，我都不希望再收到你的任何信函。出版社都不要我的画啦，是不是？我的画非常的糟糕。好啦。大概是这样子吧，而且我怎么感觉，周遭变得有点怪怪的。我可以出去了吗？我要回家了，这是回去的路吧？不是，没办法回去，没办法回去。奇怪。后来要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都晒干了。我的头像 GG 了，有啊，我有看到你的头像啊，为什么会 GG？ 我有看到你们的头像呢，还是你们手机版现在目前有点没办法看得很清楚啊？好像感觉没办法看得很清楚的样子哦。我现在电脑是看得到你们的那个头像啊。我期待老头又台开播的那天，想太多了，别闹了，绝对不会有，绝对不会有，绝对不会。我跟你讲啦，要是哪天真的开啦，我告诉你，绝对是我真的绝对是我脑袋有问题出事了才会这么做，什么名片之类的。他手上拿着什么？哦，被撕破了。So, after all this time, after all I've been through, 经历一切之后 ，Your mother and I need to talk. This is all you have for me?And of all places, you chose this room. You think I don't hear that? Stop crying! Don't make me come in there. 吵架，吵架。So many memories. This one room filled with more memories than I can count. I thought I told you to be quiet. Oh, the lovely memories.I imagined him standing there, all smug and pleased with himself, thinking
this piece of canvas was somehow going to fix everything. I imagined what I would say to him. What I would do. Why, Daddy? You shouldn't have. You really shouldn't have! 看来他没有，他对他老爸还是很不爽啊。这个结局应该是他没有原谅他老爸的结局。哇！最后不小心点燃了火苗啊，自己也挂了。林红点了，林红点很久了、欸。那个应该目前 PC 也没有 PC 版吧？我觉得这结局过了也是莫名其妙啊。